怎么了？我靠！啊！太晃太晃了！喘不过气了，喘不过气了，喘不过气了！你没事，你干嘛蒙着被子？干嘛？我以为你死了呢！我刚才困了，哎呀，我刚才困了，然后我想眯一会儿，但是外边阳光太刺眼了，我这脚又不方便，扭到了，走不了，所以我就蒙着了。小王，你脚怎么了？没事，一点小伤而已。小东西，你下次不许这样了，知道吗？我打你电话几天你都不接，我联系不到，我看新闻才知道你消息的。你知道我们春日不让带着。那你可以提前告诉我，你发个消息通知我，我又不会打扰你。你让我像个傻子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还要跟别人一样，我从电视上才看到你受伤了，你来医院了。好了，我这不是怕你担心吗？啊，我担心，我乐意，你管得着我吗？好，辛苦我了，你。放心吧，我下次一定告诉你啊。而且徐队一直保护着我呢。哎，对，说到徐队，他应该快醒了，我们去看他。你现在脚这样，你怎么去看他呀？刚提的法拉利。你现在还记得你法拉利？好，我扶你过去。好。